喂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医院来的病人特别多，我快累死了。你呢？你怎么样？回头。干嘛？你不会又让翻译学长来送惊喜吧？不要总麻烦他了，我今天心情不错，不用哄的。我还以为我们玩完长大了呢，没想到还像个小朋友一样。我在外面没人撑腰，当然要做大人了。现在你回来了，还不让我做小孩？那这叫什么？狐假虎威。狐假虎威可是要受惩罚的。什么惩罚？放我下来！救命啊！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不是五一有实验吗？其实当时我已经做完了，但怕你有压力，就没那么说。学霸学坏了，学会骗人了。饿了吗？带你去吃东西。对了，给你带了豆浆，先垫一垫。这豆浆到底哪里买的？学校食堂啊。哦，哎，五一食堂不都放假了吗？他们家不放。哦，哎，那店长还开培训吗？不能只教范学长一个人吧？我也想学，我心灵手巧，学得快。你知道了，这个翻译。别怪翻译学长，谢谢你。谢谢你的出现，谢谢你亲手给我磨豆浆，谢谢你记得我的喜好，谢谢你的一切。那我也得谢谢你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等你遇见期结束，我们就去旅游，云恋爱变现。巧克力还有最后一块。